怎么下小哦，丑大家呢？好，我是秋雨呢，今天又来给大家做视频了。那本期视频的话，给大家带一期这个反新正版你基本本上的，没伤害抢了。血测试视频啊。那今天呢，给大家讲的是一个偏娱乐性的抢血啊，这个 M37 杠礼花你啊。看一那下这个啊。礼花的话也是非常好玩啊。然后秋雨呢，这边给大家测试一波啊。然后可能大家乍眼一看，以为这一期是秋雨和墨星的二人世界啊，其实不是的啊，只不过我们来的比较快啊。然后先想在人机里面去测试一看一下这下，把那我们枪来看啊。一首先下。这个 M37 的话，在普通的模式啊，比如说团队竞技或者是爆破模式当中，跟普通的 M37 的功能是一样的啊，右键中弹头，然后左键呢是散喷。然后伤害的话，秋雨还没测试，不过应该也是挺高的啊，但是这个枪啊，大家别以为只能拿到这种用途啊，就是说这个枪的话是可以在小丑模式里面使用的啊，然后按右键的话，在小丑里面是没有伤害的没伤啊，害是然后吧？是专门拿来吓唬那些小丑的啊，然后我们在后面的话也有给大家打这个小丑模式，还有新的那个幽灵模式啊，的那个人物啊，可以给大家解说一波啊。然后这一期视频的话，我们可以暂时放原声，因为比较欢乐啊。秋雨的话，打人机不是特别在行，而且这些简单的人机感觉好强啊，有点打不过啊。哇，他好还了，有那小本期解丑，说就给大家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观看。摇头给你听。说实话，这个礼花有点挡视线。装饰的呀，对，你轻喷小也丑有是不的，是有轻特喷殊也的有那那个？个彩带的。右键是礼花，左键是彩带吧？不是右键和左键哦。不都一样吗？是一样的，在小丑模式估计不一样。哦，那顶我多要看去一下。猜一下了，哎，我说真的，简单人机被调了吧？有点准是吧？我发现他没有什么恶棍的那个喷子哎。什么？居然被人机吊啊，车。有。角色是进那个模式就有了，是幽吗？灵里面才能有。对。啊！摇头送我，绝了！好卷啊，我绝要了！丢闪光了，被打到丢闪光。啊，就这个单身策划狗，他开自瞄的。那你去举报他呀！把他耗疯了。你看别的人机都没有他厉害，他是站着定我，我要被他打负了，我快！哇，那程序员好厉害，我觉哇，得我被是他打鬼负遁了吧。呀！秋雨先败名裂。另一个啊！我要出去了吧？哎，卡住了。可以试一下那个小丑模式，退出来吧。